瞧你那花枝招展的样，没准了长大了勾引别人，或者被别人惦记啊！哎呀，我这是办事处的小花花啊，你还干啥呀？防微杜渐，给你做个小手术呀！你别过来啊，我还热呢！你喊破喉咙也没有用，自从规定，这个花儿都必须经历啊！哎，热点劲儿吧，后边有你受的。先留小口，日后好方便啊！哎，得，这隔离还没弄完，就腾云过去了的。